行吗，老师吧？这衣服行不行？你这趴着啊，谁上你这儿掐，你就咬他。刚说完，刚说完你就赖子，赖子，你是赖子的，你就上去抢，你是赖子呀。那，这个。这小孩可是吧，现在他们非常亲密的关系，这是老师吧的义子。老舅，你先别啊，你先来一段。 Good morning。小歪歪，他们说见你，小歪歪你还好吗？哎呀，还得歪脖歪脑的。怎么样，你们现在生活挺好的啊？小马活得不错，现在对现在生活满意吗？是不是充满了感激？怎么样，你们几个萝莉皮皮，那我走，打扰你们了，打扰，告辞，打扰了，打扰你们了，真是的，史努比啊，哎呦，小黄豆，黑豆哪儿了？来，兄弟，搬家了，来，走了，搬家了，搬地方。你主人来接你回家了，说你整的，你这衣服挺卡哇伊啊，你在哪整的呀？把排风打开。这一个我找到了，是不是他先腿后胎的？是不是你？你长得太有个性了，我想找不到你都难呢。啊，你想怎么飞？这个这里面这个区，这老年狗区。老年狗区。第二个呢？这个是泰迪。放泰迪。最把边那个呢？去把边摆那个几个那个啥，咱这个牛牛单独放一块儿吧。牛牛和那些不打架的那几个。牛牛放这儿，这个放泰迪，这个大。啊。这个放泰迪，这个放牛牛。对啊，那牛牛少，然后跟那几个听话的那个小不点儿放在一块儿就行。没有人啊，我自己一个人干吗？我放不进去啊，我一开门跑啊。大娘大爷叫过来呗，你看这小腿蹦的，现在放水啊，你们搁这大的放泰迪吗？啊，这个放泰迪吗？你这不放那啥吗？你放那个放老虎吗？这个不放牛吗？这里边那个放牛牛。这不就泰迪吗？串呗。马啊，哪个饭馆？你四百八。你要不要给瓢弄出来啊？饭馆。不让抓他。飘飘不让你抓。就牛牛好抓，这几个牛牛都好抓。你们这屋子关不关啊？关了吧。关全跑了。我咋的，交警呢？你咋呢？去看一眼。
抓狗，抓小型狗，但是我不抓。可以回头给这个小黄狗也抱进去吧，对。指定有洞没？一看你戴手套，都跑。他以为你跟他玩呢。对，你进去他就跟着你去了。啊。你骗进去了。不乐都不用抓，还有这个小杰克，那不还有一个吗？那是歪歪还是赵虎啊？赵虎。里边还有一个，你看小悠悠，悠悠啊，他是男的。小小姐，你知道吗？还不知道。OK 了吧？这样差不多呗。看，这小毛孩子。大中小班，大中小班分好了。那是干坏事的。开始全部卫生，刷卫生铺垫子，走吧。这进屋给铺垫子。对。走吧。嗯。进，进，进，回去，喝。哎。好了，这几屋全是小泰迪，后院上吧，后院玩去了。给他们铺床。铺上了。
看看，换一屋。屋子没铺呢。这小泰迪的屋子。哎呀，这刚铺完垫就给拆了，看到吗？